敢不敢用男生最潮的打扮去买高跟鞋穿？病是吗？我是的，有病。你罢了，都是我们安排。阿大件的 T 恤，那种 oversize 加长裤，加一点链之类的，来一点就是这样了。炸！太大片了啊 ！oversize 够大。我们要这么找高跟鞋？我们这边要找高跟鞋。你看我只要这稍微啊，我稍微这一点点啊，就这样。你这种魁梧。你下半身可以娘一点吗？跟着我妈跌倒。挑战结束啊！我就这样回家了啊！你回到家没？